过。就是用水泥把这个石头浇和在盆子里面。这个水泥的浇和，如果平时做的话，应该要很讲究的。就是说每一块石头下面要清洗干净，盆子也要清洗得很干净，然后站上去才能好。像我们这个讲老实话，这是在做示范表演，时间的限制，不可能那么细致。像这么大的一个盆景，平时要做几天？要几天的时间？现在的话就是两三个小时，所以说呢，这个我们这个浇和水泥的这个
这个程序呢、啊、真正做的时候应该要更加的细致。对，像这样呢，如果说以后我们可能就是在下次翻盆的时候把树拿掉，把下面清洗干净，把这个水泥再加固一次，然后再种进来。那么今天呢是示范表演，只能这样做，所以跟大家呢说明一下，大家不要误以为这个水泥就是这样粘上去就行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时间了，我就来介绍一下。今天就是跟我一起来做这个示范表演的，这是我们瘦西湖的一个团队。这是这个洛川富先生，他是杨婉蕾先生，是爱芳女士啊。胡学森先生，孟广林先生，还有一个朱建华女士，是在这里啊。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的话，我一个人今天怎么样也完成不了。水旱盆景的示范表演都是做的比较小的，大概在平常大概1米左右，最多不会超过1米啊。今天。